大師啊，你好似想講一啲關於呢段説話喎。OK，、啊、你而家講出嚟先。我首先引咗個題先，個題就係、Facebook 嘅一段小小嘅説話，咁樣講：恭喜藍絲五毛建制派有咗國安法之後，你哋已經冇曬利用價值啦，可以預備去食屎。OK。OK 得。因為之前有一個人就講過啲警察會唔會被搞同死走夠烹，即係完咗呢件事之後，假設做曬啲嘢之後，做 condom 跟住，冇錯。咁我就講嘅一個兔死狗烹嘅故事，呢、這個就係一個奶共同奶味嘅分別喺度。嗯，奶共同奶味。O K O K， 你就即係美國嘅味。冇錯。啊，我轉。咁我講講奶共嘅後果好唔好？係 O K O K， 奶共嘅後果就我哋會見到一啲好唔順眼嘅事。就係、是、你見到嗰啲奶共嗰啲人咧，就係、是有好多七老八十啊，跟住唔做得嘢啊，跟住就享受榮華富貴啊，然之後咧九唔搭八咁樣嗰啲，我哋見到好多啦。嗯，啱唔啱？通街都係啦，見到我啲後生仔或者我早做得嘢嘅人，喂，點解你嗰班嘢，喂又唔做得嘢又老又廢，成班老走出嚟就享受榮華富貴，我啲咁打得咁咩嘢嘅就唔得即係。得不到應得的嘢咯，冇錯，係咪咁？簡單啦，係。係。咁，但係反過來，你就證明奶共肯定不會被人哋套死狗烹咯。但係佢哋，你而家講啊，所謂上岸廢老，佢哋佢哋有冇奶到先？佢哋當初就當咁唔緊要，你曾經奶過，即係話你曾經幫過共產黨嘅嗱，呢、這個你係可能好唔順眼嘅。你見到嗰啲唔做得嘢，曾經幫過佢，甚至唔係咩嘅佢，但係都好好多榮華富貴享受噶嘛。我冇見過佢，即係話而家至少呢一堆嘅幫佢嘅人，即係唔好理幾十年前去咩啦，即係近期自從佢撥亂反正文革之後，之後從來未見過。我見到嗰啲，我只係見到嗰啲，地位唔相稱嘅，竟然都仲有榮華富貴享，所以先唔信啫嘛。我哋唔信嘅嘢呢樣嘢嘛，咁就證即係證明，即係你被當為，如果同呢段時間嘅往績嚟睇，被當成 condom 嘅機會係好低嘅，可以咁講，得唔得？成立 ，OK 得唔得？得，好。咁而家再講奶味啦，係。咁我哋列舉咗好多奶味嘅人先啦。第一個奶味嘅人，石邊係俾人哋喺中國歷史度咧，即係近代史咧，嗰、那個叫做蔣介石。係。蔣介石嘅 best friend 叫做尼克遜。李克遜佢哋日日咁招待佢，佢哋覺得佢係最親切嘅友人，仲可以用家屋企嚟招待佢嘅。結果第一個出賣佢嘅就係李克遜，係親共 OK 得唔得？嗯，第一個親共，咁於是乎就變咗 condom 啦。都廿年後先出賣佢嘅嚇，都算啦。唔係廿年後喎，佢一路賴住嘅喎，一路賴住李克遜，賴到李克遜，賴到李克遜臨走嘅時候，臨去美國嘅時候都仲喺度賴緊，臨去中國嘅時候都賴緊㗎嘛。中華民國建立咗之後 ，OK， 你知唔知中李克遜同？尼克遜同埋蔣介石 friend 係喺台灣度 friend 嘅，尼克遜唔係先唔係年紀冇咁大到 OK 得唔得？明白明白，我搞錯咗 OK 得唔得？得。咁奶味嘅你就可以計，譬如話係你越南啊吳庭鹽啦，鋸咗咯，當然如果你當然你如果美國唔支持嘅話，你唔鋸得啦。OK 奶味嘅再包括埋係譬如話係韓國歷代總統啦，有幾個坐監？咁唔係好多啫，有人自殺。個個嚇，有人自殺冇錯，係嘛？咁其中奶味奶得最犀利嗰個人叫做朴槿惠，係因為咧其實係美國揾到佢啲手下，即係如果係手下，如果唔係手下殺咗佢老豆嘅，係佢竟然仲親美，放棄中國，係佢竟然仲親美放棄中國，係咁結果就你睇下佢下場啦，嗯，即係話佢連殺父之仇都唔理喎，係。你又奶味喎，咁奶味奶到美國，即係奶得最下賤嗰個人都係朴槿惠啦，得唔得？咁然之後你會發現嗰啲奶台嘅，而家我睇《自由時報》啊都叫嗰啲去投靠台灣嗰啲叫做黑暴，呢、這個係㗎，係啊，呢、這個係㗎，係㗎，即係話喺民進黨係馬上啊嚇，選完之後已經叫你做黑暴，想掟你走啦，明唔明白？咁成件事即係話美國出賣佢嘅手下係唔使本嘅，出賣佢嘅狗，美國狗奶味，明唔明白？即係話你叫我，如果你任我去做 condom 嘅話，對唔住，麻煩你讀讀歷史先。
即係話作為一個 condom 嘅話，奶味係危險好多，因為你個即刻會被放棄。如果而家我咁講，如果而家中鋼係一個關門打狗嘅狀況，嗯，而你仲希望美國，而美國一路喺度打中國，其實喺貿易戰打中國，其實佢係置你喺美國喺香港嘅代理人完全唔理，嗯，明唔明白？嗯，即係話你係任佢劏噶啦，即係喺美國一啲白人高貴白人嘅心目中。在香港這些 chink，你們這班整班人對他來說是豆領都不值的，而之後呢你看到在那些人呢，你如果奶完共之後呢，你走去中國的時候，你想想那個榮華富貴去到哪裡，那你想想那些魏京生啊，那些人呢去到美國，本來你就是一個，本來你就香在美國呢就是一個，在中國呢就是一個鐵鏘鏘的漢子啊，嗯，去到美國就是爭個兩皮嘢一個月啊，咁於是你就打三打四，好似狗咁啊，舐咁樣嗰啲嘢。咁但係有個例外喎，佢跟咗巴菲特嗰個咪幾威？嗰咪唔睬佢咯，翻咗大陸投資添啦。你落，我同你落見過添，咪同阿華盛一齊，華盛救我佢啫嘛，嗰陣時，明唔明白？咁咪係咯，咪投共咯，係咪先？咪同咪啱啱投共去咯，明唔明白？咁柴嚟咪唔理咯，嗰啲咪個奶味嗰啲去曬美國做狗頭，兩皮嘢人工仲衰嘅話，都出香港咯。咁但係你話奶味大咧最犀利，咁日本鬧得幾開心啊？嚇！日本嗰啲首相都 OK 啊？咁講，咁而家係講緊奶味，你會有一個危險。咁當然你都會有一啲人係。人家有 power， 人家有能力的，那你就奶到尾咯。但問題你奶共，我覺得如果你作為一個 chink， 一個支那人，嗯，我覺得你奶共那個安全性應該高過奶尾。奶尾做 condom 啊，或者被人哋搞到寫錯翻，即係好心佢哋照下鏡，明唔明白？知下自己咩人。日本人是半個白種人嚟，脱下入啊。冇錯，即係所以你自己照下鏡，你自己我都瞭照一下，究竟有冇咁嘅本事去咩先？我覺得我寧願諗諗下，著數啲，我都係做啲七老八十嘅廢腦，都仲可以去喂好多著數喎，大佬你知唔知道係咪先？而家你去奶尾，你喂嗱你媽，你個共產黨至少哇，原來咁多咁多嗰啲表演啊，咁多咩嘢嘅，你去你個頭尾俾我睇咯。即係咁解咯，即係你即係你講緊講嗰啲嘢係完全係唔符合一個歷史規律，唔符合一個客觀規律咯。嗯，明唔明白啊？嗯，即係成件事唔係咩？我最講現實嘅。如果你能夠 offer 得更好條件嘅話，我冇所謂嘅，投投邊邊都冇所謂嘅。已經大家講過，我其實係金絲。不過問題你一定要我揀，我咪揀做男咯，因為男嗰邊一定係利益大啲，同埋一定危險性少啲啊嘛。係。同埋即係成件事你好似我咁計算嘅，咁精於計算嘅人，你睇出。即係 upside 同 downside， 香港你 downside 就坐監，啱嗎 ？upside 原來就係逃去美國鬥兩皮嘢，仲要大家同互相狗咬狗骨，喂睇唔過啊嘛，明白？仲可能坐監，仲可能俾人遺棄，仲可能讀 condom， 明唔明白？見嘢你真係唔過咯，成件事明唔明白？然之後你去台灣，原來台灣你又為當確當你 condom 使嘅，咁我覺得就係唔過咯。咁然之後佢仲話：哎呀，你又可以俾人哋咩啦？四則認清楚現實。個現實就係咁樣，係好殘酷嘅。嗯，個結論就係現實好殘酷噶啦。冇錯，跟住咧，因為你哋以為咁樣樣俾人哋 condom， 你其實你自己話做 condom， 你自己做咗啦，已經一路做緊啦，就係咁簡單。現實好殘酷，同埋其實好容易做 condom， 做 condom。係冇錯，一個唔小心做 condom， 無論黃 condom、藍 condom、美 condom、共 condom 都可能做 condom， 係咪先？最好唔好做 condom 啦。OK。好，冇補充啦，冇補充啦，就咁多，拜拜，拜拜。